不知道咋的，我在德国的这一个月吧，老是看到这帮人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，那花样多的，一会儿跑个马拉松了，一会儿骑个自行车了，一会儿街头尬个舞了，感觉德国人特别热衷于参加这些户外活动。啊，今天路过这个地方，今天有一个马拉松比赛，然后人特别多，特别热闹，我来看一下。你看这跑个马拉松，感觉全城的人都来了一样，一个二个穿着不同颜色的队服，看起来贼高兴。这种感觉有点像是读书那会儿学校开运动会一样热闹，只不过这个运动会规模要大得多啊，涉及法兰克福全城。除了这些全民运动之外，德国人最爱的体育项目是啥？毫无疑问，足球。今天是德国队首次出场，对，今天我来到那个法兰克福市中心，想看一下这边当地的一些氛围。这不刚结束了欧洲杯吗？来给你们看看德国人对于足球的热情。大街小巷上所有餐馆酒吧都在放足球比赛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围坐在一起看球。说实话，这氛围是真的好。所以在德国旅行，你如果恰巧碰到了一些重大活动或者比赛，而且你也比较放得开的话，不妨加入他们，一起体验德国那超带感的体育氛围。